第42题，42题是3题是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42到43题，将质量均为20公克，温度都是25度C的金、铜、铝三个金属球放在同一杯水中加热，一段时间后水再沸腾，所有的物质达到热平衡，已知三种金属的比热分别为金、0.03、1卡克度C、铜、0.09卡克度C、铝0.21卡克度C。第42题是问，达到热平衡时，哪一个金属球的温度最高？我们知道所谓的热平衡就是温度会相同，那么都在我们的水中加热，水沸腾了，所以它们最后平衡温度都是100度C，所以三个球的最后温度都是100度，温度一样高，因此第42题问我们说，达到热平衡时哪一个金属球的温度最高？我们答案选的是铢，三者相等。